4月6日，蔡卓妍个人专辑《二缺一》发布会今日举行，关智斌和陈伟霆也带着玩偶和耳机前来道贺。阿萨当场献唱了《二缺一》和《I'm Sorry》。好姐妹阿娇虽然未能来到现场，但还是打来电话表示鼓励。好嘞，好，欢迎我们一同去干吧，这是有点 best friend 啊，咱们准备开场，听听阿萨表示，和阿娇在大庭广众之下通电话还是第一次，当时多少有些尴尬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是在这个活动开始之前呢，公司已经有跟我说啊，待会可能阿娇会打来，然后我已经觉得哦，好像很奇怪耶，就是在那么多人面前讲电话是第一次，然后刚讲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尴尬，对啊，不知道应该说什么。